摇啊摇啊摇摇摇摇到那边底下了以后，就发现不行了。不行的话，当时他就有一个就说想去拉他同伴啊，他拉不起。这个地方水是最急，现在我说老实话，在这个地方就是死了，这上个月到现在死了7个人，所以这位置你不看它水很平静，但是最要紧就是很急。